在这五分钟里，我是不是也能进入不同的世界里呢？你好，我是若兰。我喜欢钟表走字的声音，就是为你做的。我妹妹如梅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听说双胞胎之间有心灵感应，我们非常了解彼此，什么事都知道。他是天伦。嗨，你好。浩辰，阿良喜欢若兰什么地方？我喜欢你。我现在的幸福都是若兰带给我的。我们两个想要模仿对方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只要我们想，你们一定分不出来的。好可怕，你们两个该不会偶尔互换过来吧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不曾是我自己，我所选择的人生总是被他抢走。我希望如梅能消失，